船参与有861人，如果加上那个海军的海发中心，还有256战队，啊，还有中科院30几个人，合起来一共那时候我算是990个人，嗯，990个人，通通是英雄。我觉得参与这种大计划，每一个都是英雄。他们真的是24小时的这样子，7年，24小时每天这样的操操，7年呢、啊，7年这样连续的，连续这样绷在一起啊。有的橡皮筋崩会断掉啊，啊，所以我那天是特别借典礼的时候啊，谢谢所有的少夫人们，哎，没有他们对先生的支持，或者是对太太的支持啊，真的是没办法把这件事情很顺利的做到今天。